吉林省大学不断提升教学的特色，强调教育要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近年来，曾经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两次获得吉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一次获得吉林省首届专利奖。国家大豆深加工技术研究推广中心。 和国家高等教育、市障、中心等3个国家级的科研平台设立长春大学。长春大学是吉林省省属综合性大学，现有20个教学院部、50个本科专业、5个硕士学位授权点，现有3个国家级科研中心、6个省级科研平台。学校办学特色鲜明。 一是培育形成了团风精神，引领青年学生健康成长；二是开创了我国残疾人高等教育的先河，填补了我国高等教育的空白。学校办学条件优良，教学资源丰富，这里设计先进，功能齐全的 6.9万平方米的综合教学楼，既为同学们学习提供了优质条件，也是长春市南大门一道最亮丽的城市风景。 这里的图书馆藏书153万册，是中国盲文图书馆之馆。图书馆的环境安静舒适，是同学们钻研学习、畅游书海的理想殿堂。我来自河南信阳，江苏徐州，雪山东威海，浙江诸暨，吉林白川，陕西西安，我来自甘肃定西，江西南昌，吉林朝歌，山东泰安，在安徽黄山，浙江宁波，我来自江西南昌。同学们在这里将以团风精神。 提升自己的人文素质，以辐射会的理念，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和创新能力。长春大学把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应用型人才作为根本任务，在实验室和各类实践基地配备了齐全的器材和设备，组织开展各种创新创业和实习实践活动，给不同专业的学生提供了充足的实践锻炼机会。 促进同学们理论联系实际，提高实践应用能力。这是梦想开启的地方，来到这里你会爱上读书，爱上学习。长大会为你找到未来前进的方向。我在长大与你共勉，为你加油。长春大学拥有一批同学们喜欢的良师益友，他们着眼于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精研学术，治学严谨。他们恪守着传道。 授业解惑的神圣职责，平和若水，大爱无疆。几十年来，一位位前辈师者在这里兢兢业业，乐育良才，立德树人。 在长春大学交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长大美女实在太多了。这里交往比较随性一点。国家的社团让我变得勇敢，学会了坚强。长大社团是一个放松大脑、放松心情、挖掘潜力、张扬个性的舞台。我每天都过得非常充实，同时也很快乐。长春大学的校园文化生活十分丰富。 青年科技文化艺术节、大学生社团文化节、大学生艺术展演、星期音乐会、青春炫、挑战杯、创青春时刻会融入同学们的生活，为你个人成长提供广阔的空间和舞台。广大学子的潜能在这里被充分激发，在全国及省市各级各类大学生竞赛中积极参与，屡获殊荣。 我的青春为科技代言，青春为创新代言。我在长大，这里给我一种家的感觉。我喜欢东北有暖气的冬天，我喜欢长春大学这片空气清新的小树林。长春大学是我的第二个家。我热爱这所美丽的学校，热爱这个四季分明的城市。我爱这里野生的小松鼠。我喜欢这里的文化古韵。爱上长春这座城市，只是因为长春大学。
长春大学坚持开放式国际化办学，不断拓宽国际交流渠道，现已与美国、韩国、俄罗斯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86所大学建立合作关系，为同学们出国留学和深造搭建了平台。我很喜欢去这里的火锅，非常喜欢这里的环境，这里的同学。是对我很好，爱你的进步很快。我喜欢长春大学。长春大学注重同学们就业能力的培养，坚持校企合作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积极开拓就业市场和就业基地，为同学们提供全方位的就业服务。毕业生就业率始终稳定在90%以上。建校以来，从长春大学走出的毕业生达4万余人，他们的足迹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发挥作用，贡献力量。知行合一，诚信至善，这里是成就梦想的沃土，这里更是绽放青春的殿堂。在这里，你将再次扬帆起航。